嘉义县卫生局为着维护民众的饮食安全，伫五月中旬开始，针对县内各大超商、卖场、餐饮业等场所，展开熟食即食食品抽样，总共抽样48件的产品，其中有一件综合水果缤纷杯产品，大肠杆菌群超标，无符合卫生的标准。今早产品来源是伫外县市，已经邀请来源的超商所属卫生局后续查办。这次抽检的产品包括便当、凉面、三明治、饭丸、生菜沙拉等等产品，检验食品卫生标准，防腐剂、漂白剂等等项目。抽检无符合者，会当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规定，予以限期改善。若是到时阵无改善完成，会当裁罚3万到300万的罚款。今天到了嘉义县卫生局为维护县民这个饮食的一个安全卫生所以针对全县的这个超商跟这个卖场进行即食食品的一个抽验那发现5月份进行抽核的时候，48件产品里面有1件的这个产品不合格那是因为这个大肠杆菌群超标。那我们发现这个厂商的来源是在新北市，也以新北市去做一个相关后续的一个处理那这个是属于限期改善的一个案件，如果为限期改善，将遭罚3万到300万元的一个罚则那我们也呼吁民众乡亲在选择食品的时候要注意相关食品的一个保存。卫生局强调，餐食甲食食混合就会当食的食品的性状应该具有原有良好风味以及色泽，袂当有腐败、不良变色、怪味、污染、生果，或者是含有异物，并且呼吁业者应该落实卫生自主管理，制作贩卖场所应该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料理食品人员要特地洗清洁双手，避免交叉污染。贩卖时阵，食材应该要盖起来，并且适度冷藏，也就是加热，妥善控制贩售量，以缩短食物的降息贩卖时间，并维持食物的新鲜和卫生。最新新闻就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亲爱的医检师朋友们，我在这里要代表所有的市民，谢谢您。您是默默的，但是又是最重要的，帮我们做最重要的这检验的工作。那我们每天真的晚上睡不着，都要等到你的报告，一直到你的报告出来，我们才能够安心。我再一次的代表所有的市民，谢谢您的努力，您的用心，不容易被看到，但是是非常的重要。病毒采检，采就是大家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伸着你的鼻孔，还要摸鼻腔。那检就是一群很幕后英雄，因为他要检验出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有没有含阳性、阴性。所以他其实在跟病毒赛跑，也在跟时间赛跑，那就是无眠无日。我们医检师其实在这一个疫情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一个默默耕耘的一个角色啦。对，因为我们都关在实验室里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医检师这个工作，然后还有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这样子。我们是国家的防疫资源，那为什么呢？因为任何要做疫调之前，或者是要做一些那个阳性个案的控管，避免它就是在社区间传染，最重要就是要做 PCR 的一个筛检，把这些阳性个案把它找出来。到的是确认的阳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很紧张，想说赶快完成数据，然后赶快呈报到 CDC， 然后让防疫的一个破洞赶快能够杜绝。半夜只要医生他来医治病人，他要做，我们就立刻就给他们。疫情的爆发，那大量的检体涌入我们的检验科，那我们的医检师真的都很能够很辛苦的坚守岗位，每天都能够顺利的把检体把它完成。
有时候我们的量能在晚上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医院可以做支援。那卫生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好，让我们能够顺利把这件事情圆满的达成。好，这个部分来讲，是我们医检师跟我们卫生局地方政府来讲的相关的配合，我是觉得这一点是蛮好的。同仁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个产出报告产出都非常的小心翼翼，生怕有任何的遗漏或疏失。好，这一点的压力是一直都存在着。调班训练新人，因为要调班的关系，所以事实上其实我们是全科的同仁都投入在这个检验当中。我们抱有一个理想，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检验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有一群人默默的在后面努力的工作，是大家比较少看到的。他就是我们很辛苦的检验人员，他们日夜赶工，能够迅速给出最正确的报告，那让我们能够及时来掌控疫情的变化，是我们不可或失的左右手。那也非常辛苦，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检验团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努力抗疫，一起努力。我们身为医检师，我们都对这份工作非常的骄傲。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加油。大家加油，大家加油，继续加油，加油！这工作太重要了，希望疫情赶快过去。我是医检师，我骄傲。谢谢您默默的为这一次的疫情来努力。